Hello，大家好。那沧海就是这一次，好，一共拆了有3盒的精装盒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普卡的部分，我们就不带大家来看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，好，沧海认为拆的比较好一点的卡，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有这个奖项的陈宇勋、德宝拉。陈晨威，然后林立、豪进跟陈文杰的金手套跟记录卡，然后最佳使人陈杰宪、德宝拉、林立、范国成2张，然后每单月 MVP 姜昆宇、刚龙、罗王、王威成、范国成、林立、潘武雄跟古林瑞阳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三盒。好，第一张是那个17的球衣签名，哦，张海已经卖掉了，所以大家就看不到了。好，那我们，哦，还有这边还有年度奖项的，哦，更好一点，年度奖项的文威柱、徐若曦、林奕泉，然后林可、小印、嘎林、林香、石原、Yuli 跟社七。好，那。除了那张17的球衣签名之外，那还开到了这张，哦，Taki 潘武雄的三色 patch，哦，三色 patch 限量35分之6，低限量，但是就是 patch 还蛮不错，蛮漂亮的。好，以及我们的最大奖，好不好？我沧海很少中到大奖，当然没有彭振明那个那么的厉害，但是还是有一张中了这张郑凯文的洞洞卡。那它是一张交换的签名卡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是一张这个镭射雕刻签名卡。哦，好，那大家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中了最大奖的这个郑凯文。哦，可惜不是王威成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